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陶晶莹主持功力深厚，幽默又知性的主持风格深植人心。她与李李仁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一直是演艺圈中的好老婆、好妈妈代表。日前她参加高中同学会，自曝过去的她竟是一名愤青。留言处也有学妹表示，当年陶晶莹对付校长时的英勇让才高一的她看得目瞪口呆。陶晶莹回应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让其他网友更好奇她究竟做了什么事。陶晶莹主持功力相当深厚，翻摄自陶晶莹脸书。陶晶莹自曝学生时代疯狂事迹，翻摄自陶晶莹脸书。陶晶莹过招校长，被学妹大赞英勇，翻摄自陶晶莹脸书。